行政党秘书长林冠英持续追击沿海贸易政策课题，那这回除了把矛头对准交通部长纳杜斯里魏家祥，还一并炮打助攻魏家祥的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，借力打力。林冠英今天发文告揶于魏家祥以财政预算案作为借口，实则是为了出访英国而拒绝在10月23号与他辩论。他认为自己坚持10月23号辩论毫无意义，因为魏家祥回国之后还得隔离，因此他不得不退让，同意将辩论定在11月2号。但林冠英说，即使火箭领袖张念群和王建民都联系了魏家祥办公室并等待回复，但是魏家祥还是持续对他人身攻击。不但如此，魏家祥还获得纳吉助攻，嘲讽他不敢和魏家祥辩论。对此，林冠英打蛇随棍上，讥讽魏家祥肯定不会要让纳吉失望，只是他的办公室联系张念群或者是王建民洽谈辩论细节。而针对魏家祥曾经表示交通部10月初会向内阁提呈沿海贸易政策的报告，林冠英质问，如今已经是10月尾了，那到底检视结果如何了呢？